你和我娘把我关在屋子里，真是辜负了外面的大好时光。你这刚康复一点就要出来赏景，婆婆知道了又得怪罪。孟太医已经瞧过了，他说恢复得很好，而且越来越好。那你今天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带表妹出来亮亮相，带京城的王公贵族都见识一下表妹，日后啊也好说亲。死媒婆，张口闭口都是表妹的婚事，那不然呢？表妹待在家里多闷呢。 正好出来散散心嘛。叶将军，真的是叶将军啊！将军看上去威武潇洒，比华夏上英俊多了。请问将军，在战场上杀过多少人啊？啊，这现在的姑娘口味真是重，上来就问杀了多少人。将军恕俺辱骂，连自己都记不清楚了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太残忍了！我爹说了，男人应该礼仪教之。 怎能通通杀之呢？你爹说的太好了，想必你爹一定是个知廉知耻的正人君子。下次两军对垒，咱们找上几千号读书人，再让你爹打头阵，让他们在阵前排排坐，高声诵读圣人著作，好好教化教化那帮蛮人。从此以后，放下武器，边境再无战争。别理他，别理他。郡王。 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嗨，小弟趁着大好韶光，出来看看穿红着绿的姑娘们，品评一下谁家姑娘的身姿容貌更艳丽出众。 别看了，阿昭，正在给表妹寻亲事呢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你家表妹举手投足，多尽百花风采。只要你确定跟她毫无关系，我即刻趁人向她表白，让我娘到府上提亲。哎。 你不说话就证明你默认了你跟他没有关系啊！切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新一表妹，在下刘龙。哎，哎哎哎，在下有礼啊！哎，郡王！啊，小姐！怎么回事呢？救命啊！郡王爷，郡王爷！快来人呐！救人呐！ 相公，你有事没事啊？别啊！屁事没有，赶紧带你表妹回去。我一个人能行。小夏子，好好照顾郡王。我现在心意回去。嗯，好嘞好嘞。快让开！小姐，郡王你没事吧？郡王，郡王，郡王你没事吧？郡王，小人，不是我。 不是我干的，怎么不是你啊？我明明看到你把我们家郡王往水里推的。我刚才走那你旁边，膝盖就突然之间发麻。你搞什么鬼啊？你搞什么鬼啊？不是，哎呦，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我说了不是我干的吗？那你跳啊！你跳啊！好。哎呀，郡王，真的不是我呀！你相信我好不好？还好没出事，要出什么事，我娘饶不了你。郡王，别理他了。
我陪你回去。哎，你走开！来，